上尾仔是袂来到，就几下摆讲嘿。是啊。唔是啊。是啊，伊就几下摆去交配啊。这是它的交配季节吗？在对啊，那个交配季，交配季从那个四月中旬一直到五月底前，这边是它的繁殖期啊。是，那等于说交配完之后，要等于说多久就会下蛋？几天，差不多一个礼拜吧。这么快？哎。就是说它下蛋在孵化也差不多，也是在这边孵化吗？对对对，这是那个土丘上面嘛。狸貌最有狸貌的那公鸟就是高这样的。要交配前哈。对。在右边拜托头点三下，拜托，然后走到左边再拜托三下，然后上去那个交配完以后，下来还给他亲嘴一下才离开。那个对象啊。那个打架哈是在拍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环。像等于说高跷也他有固定的伴侣吗？跟他每年交配对象都不一样。应该每年都不一样。都不一样哈、哦。所以说他只交配一次，一年只交配一次。不止哈、哦。不止。在繁殖期这一段时间呢、哦，母鸟可以跟很多人交配。那母鸟、哦。可能他如果想上去就上去了。哦，就现在打架打赢的话才有资格交配哦，公鸟。应该吧。生成的。对。内择淘汰的。择偶的，而且保持优良品种的一个方法。你对呀，你我还行吗？看一点，对，应该再亮一点，哇，那感觉。